的，明天来。有人说易老板在湖南结婚去了，不会哟，谁这么说的？医生平安，你是在哪里听到说的？不可能，好不好？那肯定是我乱说的。你上午讲，我讲了三个小时了吗？哦，我九点半，没有，两个小时，两个小时，因为我们家人讲了两个小时哈，不好意思哈，讲了两个小时，因为一激动了，因为刚刚有个急速流，来了好多新朋友，你们看不到，我看得到。因为我不可能对人新朋友不好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好的，好的，聊天聊天。有人说他叶老板去湖南结婚了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知道吗？你们放心好了，那是无中生有的。你们觉得叶老板会去湖南结婚的，给我扣个一，好不好？你们觉得呢？五幺二，你们觉得就是叶老板去湖南结婚的，你们给我扣个一，我看看。反正我觉得不可能，你们认同吗？莹儿上午好，阿紫回家了吗？阿紫在乐山，阿紫昨晚没有直播。哦，是的，我以为他昨晚要给你们直播，肯定他和那个，因为我昨天我跟他聊了一下，然后呢我又去了我妈妈家，因为我妈妈病了，我发了个视频给你们看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因为我跟阿紫聊了，但是放心，这两天他肯定会给你们直播的，因为袁总来了。他肯定是不是跟袁总商量一些重要的事情，所以说我不方便出面，但是我昨天是问了他的，好不好？阿紫在干嘛？阿紫在乐山，这两天应该这两天估计没有上班，跟袁总在一起，好不好？你们觉得刚刚有个家人说叶总去湖南结婚去了，你们觉得可不可能嘛？你们觉得不可能扣个一，可能的跟我扣个二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你们觉得可不可以，是不是结了婚嘛？你们觉得可不可能嘛？叶总到别的地方去了，我们打电话昨天晚上直播跟阿伟，小燕子在，谁是小燕啊？二妹是不是小燕啊？二妹叫小燕吗？对呀，啊，好人一生平安，你觉得可能去结婚吗？有些人真无聊，不可能结婚的哈，家人们，我敢给你们保证，其他话我不跟你乱说，但是我觉得去湖南结婚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，那是无中生有，就是不管我今天是偏向叶总也好，不偏向叶总也好，我是站到公正的角度上说，好不好？啊，不可能是结婚的，不是不是的，小叶是和小叶打赌，哦，小叶和小叶是打赌，也是。直播主播哦，那样的啊，那个小叶是一个也是个主播吗？啊、哦，有些人真无聊，是的，对，不可能是结婚，哪有这么快呀、啊？那如果他这么早就结婚，那真的是成了渣男了，知道吗？是不是？我一般都不会说这句话的，对不对？我相信他不会的，好不好？叶总说什么呢？昨天叶总说什么了？你们告诉我。因为昨天我就看我妈妈去了，没有听到叶总说什么，阿紫很伤心。你们给我打到公屏上，我看一看。只要他没上班就好，害怕他又被那个管理欺负哦，这样的哈。没有，这两天袁总来了，估计没上班，估计他请假了，估计哈。袁总在他身边，所以说我不方便。昨天但是我跟他聊了一下，他说干妈你放心，哎，我没事，好，不用放心。好，我说那家人们想你哦，那你要随时跟他们直播。他说好的，我以为他昨天要跟你们直播，所以说我下来就没有问，知道吗？因为我昨天的事情太多了，只要他没上班就好，害怕他有遭到管理对他怎么样，但是管理怎么样他也不可能怎么样，家人们，是不是？他不可能强行删，那阿紫不愿意他不可能强行删。小燕和大就是阿伟也是主播卖货的，卖散货哦，小燕是这样的。那小叶是哪里的人？是四川的还是湖南的？你们都给我搞糊涂了，是四川的还是湖南的？小叶和也是卖货主播，叶总的意思就是阿紫不听话，让他感觉很累。哦，这样的。小叶是乐山的，是不是？哦，我下来问一问，因为我在乐山，因为我进了这个圈子，我还是能打听得到的。小叶是干什么的？我们这些人太无聊了，爱猪。那老家人们，关注一下粉丝灯牌好不好？
老家人们亮一下粉丝灯牌好不好？没事没事，女人都三八哈，没事。哎，就是那个，哎，就是爱就说你们这些人现在也太无聊了。不，没事没事，让他们三八一下好不好？那我们直播间也是聊聊天的地方哈，让大家三不三三八三八一下也没事哈。喜欢三八的三八一下哈，女人就是这样的哈。偶尔我闲下的时候呢，有人跟我聊聊天也是挺好的哈。哎，我们偶尔三八一下。你怎么找？觉得阿哲和叶总之间的事情，他们的全是他们俩的黑粉之间，阿伟那边的，所以导致他们之间的矛盾太多了。是的，这就需要时间，真的是，慢慢的用时间来疗伤吧，家人们。我也是，反正不管未来怎么样，只要阿哲好，我就觉得很幸福，知道吗？我跟你们的想法是一样的，不管哪个人是对得起他还是对不起他，但是只要阿哲好，我们就好，好不好？芳姐，对不对？等，因为有些人带节奏很正常，好不好？带节奏很正常，但是让时间去证明，让时间去证明，好不好？对，我觉得我没有在儿子那里，你没在阿子群里，我知道阿子还没把你拉进群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小草莓小兔兔？昨晚严总和阿子在卖货哦，昨晚严总和阿子在卖货吗？哎，那怎么有家人说没有直播啦？因为我昨天晚上我也没看，因为昨天晚上我回来太晚了，我到我妈妈家里回来太晚了。哦，昨天晚上严总和阿子在卖货，哦，难怪的。那只要管他了嘛，那只要阿子帮严总也挺好的，因为我经常说，不管阿子怎么样，只要他未来越来越好，他的选择知道吗？就像很多家人说，你怎么不把阿子叫过来跟你一起卖货？那因为肯定袁总在广州嘛，肯定阿子是不是将来会去广州发展，我是这样想的，好不好？袁总请问一下，精油怎么用？你用了哪个精油？你拍的哪个油？拍的这个油吗？拍的这个油吗？是不是这个油？你给我扣一扣。芳姐，如果是这个油的话，涂了水过后直接就抹在脸上也可以，这个油呢也可以调在我们的乳霜里面使用，调在一两年的就 OK 了，是不是？就这块油吗？啊，它最简单的用法就是什么？第一，它可以自己涂抹，拍了水过自己涂抹，好。第二，它可以调在我们的乳和霜里面，调上一到两滴就 OK。如你把每天挤的乳和霜挤在手上，然后把这个精油滴到一两滴 OK。好，还有的话，它可以滴到我们的护发素里面用，还有呢，它可以滴到我们什么身体乳里面用，它是万金油。还有呢，如果你肚子上有没有纹纹路路的？生了小孩有没有纹纹路路的滴在这里用，还有婴儿的红屁股，红屁股哈，小孩子的红屁股有也可以滴上一两滴去用用，好不好？它是万金油，哎，它的用法。还有呢，你想皮肤很好，三天注意一次油肤大法，怎么做呢？拍拍水，把这个油滴到那个水里面啊，或者把拍了水过后油直接敷在脸上，抹厚一点，再敷一个面膜，10到15分钟取下来，你的皮肤就像婴儿般的皮肤一样的，特别的滋润，特别的润，好不好？芳姐，知道了吗？所以说这是一个万金油，好，我就不讲了。阿子昨天晚上没有直播，那刚刚家人们说昨天晚上在卖货了嘛？你肯定没有看嘛？阿子主要是为了管他的奶奶，把自己的爱情都管掉了。啊，139，好的，好的。那家人们，昨天阿子到底是卖货还是没卖货了？你们告诉我，卖货了的跟我扣个一，好不好？因为昨天晚上我回来的比较晚，没有看。昨天晚上阿子卖货了没有？卖货了的跟我扣个一。啊，对呀、啊，怎么有家人说他卖货了？我就说我怎么没看到呢？没有卖。对呀、啊，看见没有？没有。对呀、啊，都没看见。爱他的人无论阿子做什么都会，不爱他的人无论阿子做什么都会抛弃啊、哦、这句话说的有道理。阿子没有卖货，对呀、啊、把我还吓一跳，因为我昨天回来的比较晚，我跟阿子聊了一下，然后他说没有问题，我说你安全吗？他说安全，干妈放心啊、我这两天跟袁总在一起哈，嗯，袁总在哦，袁总在
啊，我的直播间卖货，不是阿子哦，把我给吓的，知道吗？我说怎么，我都没看到阿子卖货，那你们怎么看到了？是不是？啊，没有。阿子昨天阿子看完叶总的直播，心情很不好，所以没有开播，在群里说了。那昨天叶总怎么讲？你们告诉我，因为昨天叶总的直播我没看呢。你们告诉我叶总说什么呢？你们打到公屏上让我了解一下好不好？那我下来，我要知道吗？我才去问叶总呀。这两天没有跟叶总联系，因为他去了河南，我没跟他联系。袁总在阿伟直播间卖货，哦，我明白了，平，我明白了。阿子他说老板昨天主播他去看一下，我们都看不到他了。上次阿子直播的时候我打了几个字回来，九张老爸就把我拉黑了。585你在我的粉丝团没有？585你先到我的粉丝团待着好不好？等哪天阿子叶总心情好了，你要进他们的群再拉你们进去好不好？585你在我的群里没有？我不想看叶总的直播。喝粉嫉妒叶总和阿子的粉丝多，好，所以说跑了搞乱，来乱带节奏，黑粉看不到他们生意好，所以导致他们直接不活了。和气生财，叶总的意思就是说阿子不听话让他觉得很累，估计有一点点嘛。上次我跟叶总，今天你们说出来了，我再把我心里的话说出来。是的，有一点点，因为上次我跟叶总沟通了一下，因为我就说，我说阿子这么好，那你为什么要跟阿子分手呢？这样分手对你的影响有好大，第一生意影响，第二对重要的就是生意的影响。我单单不要说爱情嘛，爱情你可以重找，但是生意是有影响的。他说我知道，他说其实你们为什么，我经常说了一句话，阿子是外柔内刚，他说阿子很有主见，有些时候他们两个意见不同意，他只是跟我淡淡的说了一句，因为在直播间里面我一直都没讲，既然他今天都说出来了，你们都知道了，所以说我在讲好不好？因为有些负面的东西我是不能讲的，可能是阿子上一次回去看他奶奶，叶只能做不费劲的爸爸。梦妍好可爱哦，梦妍，你中午好，你怎么看起来全是阿伟那边的人黑他，完美主义，李总看起来全是阿伟那边的人黑他叶总还是黑谁？找老婆带，梦也说找老婆带了孩子的，那未来叶老板找个老婆来带货算了，是不是？找个他喜欢的老婆来带货算了。因为阿子跟他两个估计是不能在一起了。好，这两天我也听到很多家人说，哎呀释怀了，管他了嘛，估计他们两个是走不在一起了。我说大家如果释怀了就对了，好不好？如果大家释怀了就对了，好不好？叶老婆不适合娶老婆，是的，暂时现在是不适合娶老婆，好不好？因为我觉得他还是有点默呆的，真的是。妹妹中午好，昨天晚上叶总叫粉丝保护好阿子，对呀，他说他内心还是善良的哈，他内心还是善良的，因为只有失去了才是最珍贵的。但是如果他能说这句话，我觉得他还是有责任心的，好不好？如果要想对别人好，放手让别人活得更好，这才是伟大的，对不对？我知道叶总呢，虽然是你们现在恨他不喜欢他，但是呢我还是觉得他还是有优点，好不好？只是打光棍。梦魇阳光口是心非，你说谁？叶老板吗？还是说我呀？把阿子受那么深还在一起有多难？把阿子叶总本来就不对，本来我是他的铁粉，霸道总裁9948说的对，你就说叶总我是你的铁粉，你阿子这件事情你处理的不好，我就不喜欢你。你跟他说嘛，我就不喜欢你，你下一次再这样子处事的话，那未来你就打光棍，家人们说的打光棍，老婆让别人帮他养。哎呀，梦也好，梦也你太可爱了，知道吗？老婆让别人养。坏人，你老婆有心机。我们都没有听他说阿子好。昨天晚上你们不是有家人是听他说让阿子过得更好吗？他是口头上说，行动上又不一样，这种人
好悬哦，哈，嘤嘤，一喇叭口是心非，别信他的哦，阳光。啊、哦，原来是这句话哈，你们要打得细点，知道吧？要不是我就把你们理解错了。注意，一种这个人以后不能娶老婆的，还要求那么高。哎呀，鸭子们，你们也把我笑死了，知道吗？我的中文长出来，我都跟你们有关系，好不好？你们老逗我笑，知道吗？前段时间我也跟你们老哭，这段时间我老笑，知道吗？本来我眼睛这里一笑就有一个动态纹。我要长了皱纹的话，你们要跟我买单哦，家人们，好不好？你们老逗我笑，我不看他的直播了，一老板口是心非，一老板这个人以后要娶老婆还要要求那么高，我们拭目以待，好不好？我们为了希望我们的阿子找到一个如意郎君，知道吗？好不好？我们为了希望阿子走得稳一点，找到一个如意郎君。我不看他的直播了，坏男人。没有对错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你们怎么说我都理解你们，因为爱之当初你们有多爱叶总，你们现在觉得都好讨厌，就是阿子这个事情上处得太没有水平了，是不是？家人们，我能理解你们，好不好？要么你不就不应该跟人家说嘛，为什么半个月哈？有时候我也生气，你既然你有什么难言之隐，那你就不要表白嘛。有些时候我也想不通，是不是？站在你们的角度上，我也想不通。叶总是粉丝们让他表白了才表白的，那是你脑袋晕掉了，知道吗？没有自己的主见了，粉丝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叶老板满嘴跑火车，幸亏没有结婚，对啊，是早上找好，对对对，我也觉得早上找好，也许就是什么未来阿子，对不对？叶总本来就没有错，超越是本来就没有错。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，梦言早看出来什么？我看到了他现在在群里面发言很不地道，不应该是在群里摸黑阿子。叶总坏得很，他口是心非不和，是他两个叶老板，他们两个人好，信些好儿子。李老板也可以，都是皮皮虾，是两个叶老板秀1204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他们两个都好吗？爱情是相互的啊，超越说的也蛮对的哈，所以说没有关系，你们的观点代表你们自己，没有对与错，好不好？那今天我也未来只祝福阿子好，好不好？那叶总呢，我们拭目以待，好不好？看看他下一次的恋爱，我们拭目以待，好不好？在深圳回来了就不对头了哦，梦言这么聪明就看出来了哈，那我也是马大哈，知道吗？我们也像你们天天看他的直播，我没看出来啊、哦，梦言好聪明哦，从深圳回来就看出有问题了。老板对阿子的好，好不好能否成是否定的，老板对阿子的好是好不好是肯定的啊，对对对，他的优点我们也看到心里面哈，对他有些方面也是蛮大气的哈，但是他跟阿子这个恋爱上面呢确实有点欠分寸，所以导致一部分家人对他恨铁不成钢，这么好的一段姻缘让他自己给自己破坏了，好，自己搞坏了，知道吗？谁跟着他都会倒霉的，就是阿伟，众人知道了害了阿子。你老三，那老家人们亮一下粉丝灯牌好不好？老家人们给我亮一下粉丝灯牌，哎，在公屏上给我点点小赞赞好不好？因为我们的抖爸爸，如果我们聊天，我们的氛围要活动，如果不活动的话，抖爸爸就不喜欢我们，不跟我推流，好不好？所以说我让我们抖爸爸喜欢我们，好不好？给我亮一下粉丝灯牌，那不会亮粉丝灯家们要不要试一下？点一下左上角的一个关注，点了过后它就变成了小黄心，再点一下它就要花一个抖币，相当于线下的一毛钱，好不好？啊，线下的一毛钱。用户429，你长阿子只有成了你的儿媳妇是一辈子的幸福啊！谢谢你们哈，老家人们给我亮下粉丝灯牌，不会亮粉丝灯牌的跟我扣个一好不好？那我再给你们教一下好不好？那不会亮的给我再扣个一。当时你头脑有点发热，是我的头脑发热吗？啊，还是谁的头脑有点发热？家人们，谁的头脑有点发热呢？你们告诉我。有个家人说头脑有点发热，
我害了阿紫吗？啊，有点家人们又释怀了哈，是我害了阿紫，哈哈哈哈。啊，有家人说又不服气了哈，李总叫阿紫先搞事业，提升自己，个人问题暂时不要去想，遇到适合自己的就考虑最好。好的好的，肯定是现在以实业为重，真的是，不管爱情可以放一放，但是事业不能丢，你们觉得呢？他还阿紫说跟阿紫一起1个多月了，帮好心。梦妍，谢谢梦妍亮了粉丝灯牌。你感觉这2天没有上班吗？厂里不找他这么好的，你们不用担心，反正阿紫是安全的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安全的就行了，好不好？不去纠结，他上班也不上班，好不好？漂亮，谢谢漂亮。阿紫跟我说的，他住店很安全，不用操心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也不知道这次袁总来了哈，在阿伟那边，然后他还要跟阿紫商量什么，是不是？我在猜想，阿紫是不是未来要去袁总那里？就是因为这次袁总过来看他嘛，啊，不知道哈，这是我的猜想，也不知道哈，不一定哈。你不是赞同阿哲和他，你不是赞同阿哲和叶总的吗？是呀，当时我不认识阿伟，那我也要成全叶总和阿哲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也不是神仙，我也不可能完全看得出来，是不是家人们？所以说你们要释怀，好不好？你们不管是喜欢哪边的，你们最终都是喜欢阿哲的，好不好？那我今天再一次啊。给你解释一下，因为你到我的直播间，我也觉得你很好。未来我也希望，你跟我相处，成为好朋友，好不好？李总，阿紫现在没有去厂里上班，是的，应该这2天还在有点事情，知道吗？阿紫跟我说了，他很安全，因为昨天我忙，但是我跟他说了，我说阿紫，你什么时候到我这里来？他说还要忙一下，我才过来，好，才过来，好不好？他说我很安全，你们不用担心。阿紫现在有没有去厂里上班？他就是去厂里上班，他也是安全的，好不好？家人们不要担心，他昨天跟我只回了一个，他很安全，所以说我就以为他没有去厂里上班，知道吗？但是他说他是安全的，好不好？那不管他是厂里上班还是没上班，但是至少他跟我回了信息说他很安全，让我不要操心。好，所以说你们也不要操心了，好不好？那就是他去上班，他那个老板也不可能对他怎么样，他那个主管。他不可能强行嘛，对不对？这是法治社会，他不可能强行上。阿紫只是跟我说了，他说：“阿干妈不用担心，我很安全。”叶总的头脑发热，厂里有老色狼刁难他。哎呀，那老色狼他不管什么老色狼也好，他不可能强行，家人们，他不可能强行。我都说了，我只爱阿紫，谁欺负他就是混蛋。巧遇爱臭。爱恨分明的巧遇啊，性格也比较直哈。巧遇在广州不定是最好的，最终的选择。我个人观点，去广州不一定是最好的。是的，是的，阳光。反正我这两天，因为阿紫为什么没到我这里来？估计呢，我这两天肯定是不是那个袁总在跟他在一起，在跟他沟通，有些什么什么重要的事情，肯定是不能让我知道的。好像也不是我想知道的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等这2天，我今天下来过后再问问阿紫，好不好？到底他跟袁总，要不就是袁总这次是过来看他有没有什么想法，要么是不是袁总未来还是希望阿紫去广州，这也是我的另一种想法，好不好？那不管怎么想，阿紫去哪里，我们都祝福他，好不好？把阿紫留在你这边，当然留在我这边，这是我最想要的，这是我最想要的，因为他暂时如果不离开乐山，那留在我身边，这是我最想要的，好不好？家人们。阿紫的发小要来找阿紫，要做她的老公，那个人腿大得很，知道吗？那你们觉得可不可能嘛？不可能的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那个发小真是不可能的哈，我一口否定。那你们觉得那个发小回来找阿紫的，你们给我扣个一；觉得不可能的，给我扣个二；觉得那个人回来找阿紫的，给我扣个一；不可能的，给我扣个二，对不对？别人婚姻不要。要让人家自己做主，是的，王凤兰，是的哈，儿妹聪明，那个不可能的，不可能，那说话的水平，哎呀，听着就不舒服。
阿紫那天都很反感，知道吗？那不可能。开电梯老板就反问，太假了。对对对，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哈，那个从小的什么什么哥哥要娶阿紫，那扯大的很，那错口狂言，知道吗？那一听了就生气，我还生气的很，对不对？阿紫应该不会喜欢那个人，是的，不可能。那如果阿紫都喜欢那个人的话，那家人们，能够肯定，我们不要说我们所有的人，肯定的99%的人都要反对，是不是家人们？可以有钱用，这是阿紫想要的，给阿紫幸福。蔡，你说什么？可以有钱用，这是阿紫想要的，给阿紫幸福。对，将来找一个啦。还谢谢我的就是那个老师，抖音大讲堂的老师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来给我助力哈，谢谢你。本地是最好的，对粉丝们都很生气。本地是最好的，外面人生地不熟，时和时宜有过程的。当然，年轻人闯一闯也是很正常的。那家人们，不管未来阿紫怎么走，今天家人们，我一再告诉你们好不好？阿紫这两天很安全，好不好？其实叶的眼睛就代表了他的为人。梦野，梦野太爱阿紫了，知道吗？爱子有独生，恨子有独生。闪电橘子哈，谢谢闪电橘子。那个老男人的说的阿紫就是他的女人，我那句话不敢说，好不好？和气生产，他简直是乱说，知道吗？因为在直播间我不能有些话不能说的过重。那我心里是，我也那天联系的那个人，我真的很讨厌，知道吗？那我打了已经结过婚了，对呀、啊，阿紫现在抢手货，虽然他前面聊到婚姻没有成功，但是他也是抢手货呀。那怎么也不可能嫁给一个，现在又不是走投无路，非要去找一个离了婚的。如果说你离了婚也可以，但是你也挺的。你的品性要好啊，你的为人处事要好啊，你那天的说的话我都不认可，不可能。好，离过婚的男人不是好男人啊，这句话有点武断哈，家人们。那我们也不是说离过婚的男人都不是好男人，但是呢，我们至少说阿紫现在可以找一个不离婚的男人，好不好啊？最起码因为离了婚的男人呢，他很成熟，那有些带着子女，当后妈也不好当。那我建议阿紫，不管怎么说，现在才24、25岁，青春年华，很多优秀的男人可以找到的，只要他走出来，这个天空好大哦，好不好？肯定不要首选，不要去找个结过婚的哈，这是我的感觉，好不好？阿紫与糖糖都是一级美女，二妹差78000里，家人们，这个话我就不评价了，好不好？黄瓜白菜跟着数爱。我们喜欢阿紫就 OK 了，好不好？等一下我们就说要二妹，有些喜欢二妹的粉粉要针对我们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反正不管她漂亮不漂亮，但是心灵一定要美哈，内在的美才是最重要的，好不好？阿紫的人品是极品，对对对对，海阔天空说的对，我觉得老板挺好的，两姐妹没有工作找到老板，老板对他们妹妹那么好，工资开的也那么高，现在工作不好找。是的，叶总也有他的优点哈，叶总有的优点我们不否认哈，不否认，好不好？所以说你们没有对一处，只是我们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，优点我们也看到，缺点也存在。二妹家庭三观正，二妹没有你，二妹没有跟你有仇吗？啊，二妹我不认识哈，但是我未来也希望阿伟和二妹和和美美啊，长长久久。你喜欢阿紫哈？喜欢是我们自己的权利，好不好？阿紫美是由内到外的美。哎呀，我婉一哥哥太爱阿紫了，知道吗？阿紫大家都喜欢，不要随意说人家的坏话，积点口德。好的，好的。叶总三观正，是个好男人。嗯，好的，家人们，其实你们都没有对错。那家人们，这样我已经你们所有的每天的信息都给到我了。那我跟你们说哈，阿紫很好。不要担心，好不好？阿紫很好，不要担心，好不好？今天下来我再跟阿紫再一次深度沟通，因为野总还没有走，我再一次沟通，好不好？沟通了后看看阿紫到底是继续上班还是出来卖货，我再跟他沟通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所以说今天呢，我就要准备下线了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因为我等一会儿要去成都办一点重要的事情，但是你们交给我的任务我会保质保量的完成，好不好？
我在前方守住阿紫，不让阿紫出问题。我下来就会跟阿紫说什么时候到我这里来，因为他还有一些东西没得拿，好不好？那今天我也有重要的事情要去成都办事，那我就要跟你们说一声拜拜了哈。谢谢亲爱的老家人们，你们每天守护着我，来我这里听我唠叨，听我卖货啊，所以说我非常非常的感恩你们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每天一到了这会儿，我就跟你说声再见了，拜拜了。今天晚上好好的吃饭，好好的睡觉。阿紫有什么好的消息，我会告诉你们，好不好？但是我今天跟你保证，他在乐山是安全的，好不好？因为今天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去成都啊，我就说声拜拜了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可爱的家人们，拜拜。